我朋友问老弟说牛肉怎么炒比较好吃，今天他来了，这个牛肉是用鸡蛋淀粉抓的，之前有视频发过啊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锅里面烧油，三四成油温，把牛肉下去滑一下，下去以后用勺子给它割了割了，防止粘连，给它滑熟滑断生以后倒出来控油，然后锅里面淋入底油，下入姜蒜丁给它炒两下，然后下入两种辣椒，一种泰椒，一种是线椒啊，都是比较辣的，不得辣的可以少放一点。辣椒给它炒出香味以后，把牛肉给它下入，象征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，然后加入生抽和蚝油，然后加入鸡精、味精、胡椒粉，用水稀释一下啊，这你要不稀释，胡椒粉往里一放，嘎爆团了，然后立马开大火给它爆炒。出锅之前拿上一把香菜，再来点咱们家的小料油，料油往里一放，这小味儿等家伙上去了，各个鲫鱼出锅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，但是你的胃满满登登。